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叔上厕 Project。 今天带大家来到高雄市三民区的立志中学周边。立志中学全名为高雄市私立立志中高级中学，简称立志中学，是一所位于台湾高雄市三民区的私立完全中学，创立于民国52年，西元1963年，当年服务于省立高雄中学教师江殿荣、杜振华、尚银川、李延品、朱梦长先生及福翠英先生共同筹划，计资选购校地，于民国52年5月4日，奉准立案正式成立。校址设于高雄市三民区立志街2042号，由江殿荣先生担任创校校长。立志中学篮球队是过去高中篮球联赛HBL 非常知名的南部球队之一，大部分球员来自高雄紫光国中，前立志工商，现立志中学教练。韩光云真带队拿到3次高中篮球联赛冠军，95学年度转战高中篮球以及发展，只有98学年度和100学年度以及全国8强，分别拿到第3名和第8名。但说到三民区，就称三块厝，位于台湾高雄市西南部周边鱼骨山区，盐城、新兴区、前进区、林雅区、左营区、凤山区、鸟松区、五区等行政区相邻，区内人口33.2万人，是高雄人口第二大区，也是全台湾人口第八多的3级镇区，境内机关学校众多。而且交通发达顺利，为属于台铁、高铁共站的高雄站所在地。三民区具多样文化特色与生活样貌，拥有全市最多的学校，充满知性与交气息，掌名商圈、后裔商圈、大连商区等商圈等商店，皆是民众采买衣鞋挖宝不可错过的地方。加上香火鼎宫庙及
及风光明媚风景区景点，风景区景点和新兴合体社区，让三明区呈现出泱泱的大义风范，展现迷人的风采。现在就让我们跟着镜头的移动，一起散步吧。